尽管在今天俄罗斯的土地上，远古时代就有人类的足迹，但俄罗斯作为民族的历史公认始于九世纪。当时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居住着东斯拉夫人。公元862年，维京人沿着商路来到这一片东欧平原。一个名叫刘里克的维京人被当地人尊为首领，统一了周围的部落。传统上，这事件被视为俄罗斯历史的起点。1862年，俄罗斯在诺夫格罗德城建造了一个青铜纪念碑，庆祝刘里克到达1000周年，称为俄罗斯千年纪念碑。当时这些部落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两岸，所以他们称自己是罗斯人，俄语是 Urus。 他们以同样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土地，这就是俄罗斯，俄语是 Russia 名字的来历。俄罗斯人的都城是今天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这是诺夫哥罗德中心的教堂，是圣索菲亚主教座堂，为俄罗斯最早的教堂之一。882年，刘里克的继任者奥列格占领了基辅，统一了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奥列格将基辅定为首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也叫基辅罗斯。998年，基辅罗斯的君主弗拉基米尔大帝将基督教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引入罗斯王朝。弗拉基米尔大帝的继任是他的儿子亚罗斯拉夫，被称为智者亚罗斯拉夫。亚罗斯拉夫征服了更多的土地，并制定了俄罗斯第一部法律。他的统治标志着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基辅罗斯是当时欧洲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3世纪，蒙古人入侵基辅罗斯。1223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卡尔卡河上击败了俄罗斯人，但这一次蒙古军队没有占领基辅罗斯，而是撤退到伏尔加草原。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巴图率领大军占领了这片土地，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蒙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也叫清察汗国，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而罗斯公国成了金帐汗国的附庸，被迫向金帐汗国进贡。金帐汗国逐渐突厥化，金帐汗国的蒙古和突厥后裔被称为鞑靼人。今天鞑靼族是俄罗斯联邦第一大少数民族，网球名将萨芬就是俄罗斯鞑靼人。除了被金帐汗国压迫，西部欧洲国家同时也在觊觎俄罗斯的土地。1242年冬，德意志和爱沙尼亚的条顿军队进攻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俄罗斯人与侵略军作战，在结冰的佩普斯湖上，装备简陋的俄罗斯人击败了全副披挂的欧洲骑士。今天涅夫斯基仍然是俄罗斯最受尊敬的英雄之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儿子丹尼尔创立了莫斯科公国，并迅速发展壮大。而金帐汗国由于多年的内讧和其他种种原因，开始瓦解为一个个小汗国。1480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拒绝按照惯例向大汗艾哈迈德进贡。这幅油画描绘伊凡三世把大汗的来信撕个粉碎。于是艾哈迈德向莫斯科公国开战，双方沿着乌格拉河交战，结果伊凡三世赢了，艾哈迈德撤退到草原。从此
俄罗斯人终于摆脱了蒙古的统治，获得了独立。1547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也叫伊凡雷帝，将莫斯科公国改元俄罗斯沙皇国，成了俄罗斯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一生南征北战，统一了俄罗斯公国，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的土地，这是莫斯科红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是伊凡雷帝为了纪念自己战胜喀山汗国而下令建造的。在伊凡四世期间，哥萨克冒险家伊尔马克·季莫菲耶维奇率领俄罗斯军队征服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伊凡四世战功显赫，但他独断专行，尤其到了晚年非常残暴。传说他在盛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伊凡。伊凡雷帝死后，由他的儿子费尔多尔继位，费尔多尔无后而终，琉璃克王朝因而后继无人，从此终结。接下来俄罗斯陷入无政府状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外国军队趁虚而入，波兰军队占领了莫斯科，瑞典人占领了诺夫哥罗德。1612年俄罗斯反击，俄罗斯大公波扎尔斯基和商人米宁率领俄罗斯支援军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军队赶出莫斯科。1818年，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修建了一座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感恩的俄罗斯人，纪念公民米宁和大公波扎尔斯基。2005年，俄罗斯联邦将11月4日定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这是今年202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前献花。1613年，俄罗斯结束了他的无政府时代，俄国议会挑选出一位有贵族血统的青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成为俄国新沙皇，这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始。罗曼诺夫王朝持续了300年，直到1917年被革命推翻。1689年，罗曼诺夫王朝的17岁的彼得一世成为俄国沙皇。1697年，彼得带领一个俄罗斯代表团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西欧之旅。彼得是史上第一位出国旅行的俄罗斯沙皇。彼得游历欧洲是为了寻求对抗土耳其的盟友，也是为了学习西欧的科学和造船技术。彼得的目标是将俄罗斯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彼得改革了军队和政府，促进发展俄国的工业、贸易和教育。彼得建立了俄罗斯第一支海军。彼得时期，俄罗斯的土地进一步扩展，俄罗斯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的领土。在与土耳其几次战争之后，俄罗斯建立了进入黑海的通道。1700年至1721年发生了大北方战争，这是一场俄罗斯领导下的盟军和瑞典帝国之间的战争。俄罗斯出师不利，在纳尔瓦惨败，但不久后俄罗斯反败为胜，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大胜瑞典军队。大北方战争以瑞典失败告终，俄罗斯成为波罗的海地区及整个欧洲的主要力量，瑞典从此从欧洲列强名单上消失。彼得下令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一个新城市，这就是圣彼得堡。建成后，
俄罗斯迁都圣彼得堡。从此，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的首都，直到苏联成立。彼得一世在去世前，被尊为彼得大帝，俄罗斯国家之父，所有俄罗斯人的君主。叶卡捷琳娜出生在普鲁士王国，是一名德意志公主。她嫁给了俄罗斯皇储彼得三世。彼得三世1762年成为俄罗斯沙皇。彼得三世在丹麦长大，几乎不会说俄语，也对俄罗斯没有感情。相反，他钦佩俄罗斯的敌人，普鲁士王国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彼得三世让俄罗斯在欧洲的7年战争中换边，使弗雷德里克免于彻底战败。俄罗斯上下因此对彼得三世大为不满。彼得三世上位不满1年，就被军队废除。叶卡捷琳娜登基，成为俄罗斯沙皇。尽管叶卡捷琳娜是德意志血统，但她热爱俄罗斯，是一位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彼得三世推翻后被囚禁，不久后去世。叶卡捷琳娜从1762年到1796年统治俄罗斯，是俄罗斯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皇。叶卡捷琳娜最伟大的成就有两项，一是改革，包括教育和文化的改革，二是扩张。叶卡捷琳娜时期，俄罗斯完成了伊凡雷帝以来最大的领土扩张。叶卡捷琳娜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崇拜者，她曾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通信。叶卡捷琳娜推动文学，赞助艺术，鼓励科学，创办学校。叶卡捷琳娜治期，俄罗斯见证了她巨大的领土扩张。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痛击奥斯曼帝国，使俄国成为东南欧的主宰。战争的胜利使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帝国领土，这个地区被称为新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在新俄罗斯建立了一系列新城，包括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俄罗斯人逐渐前来定居。新俄罗斯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直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将新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送给新成立的乌克兰苏联共和国。之后，赫鲁晓夫在1954年又将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这时期，俄罗斯与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王国一起瓜分了波兰。波兰作为国家自此消失，直到1918年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瓜分波兰，大量的波兰犹太人流入俄罗斯。179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去世，结束了俄罗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加冕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有着全面控制欧洲大陆的野心。1807年，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签署了提尔西特条约，条约结束了俄罗斯等几个盟国对法国的战争，法国获胜。根据提尔西特条约，俄罗斯将加入对英国海上贸易的封锁，这一封锁显然有违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俄罗斯没有执行条约，继续与英国进行贸易。同时，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拿破仑向他妹妹的求婚。此外，俄罗斯还与脱离拿破仑联盟的瑞典结盟。俄罗斯这一系列行为使本来就对俄罗斯充满不信任的拿破仑恼羞成怒。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在波罗的诺，拿破仑首战告捷。拿破仑
乘胜追击，占领了莫斯科。然而俄军在撤退前放火烧毁了莫斯科城，庞大的法军在俄罗斯严冬困在遍地灰烬的莫斯科城，又冷又饿，困顿不堪。法军没有给养，而亚历山大又拒绝谈判，于是法国军队只好撤出莫斯科。在撤出的路上，拿破仑军队遭到俄军一路伏击，被大量歼灭，只有少数生还巴黎。法国军队从此一蹶不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罗斯还在高加索地区对波斯和当地部落进行了间歇性的战争，俄罗斯逐渐占领了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少数民族很多不服俄罗斯的统治，抵抗运动时断时续。抵抗俄罗斯的高加索民族之一是车臣。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的矛盾延绵两个世纪，包括斯大林对车臣人的西伯利亚流放、2000年前后的恐袭和血腥战争，直到2009年第二次俄罗斯车臣战争结束，才迎来了俄罗斯和车臣之间前所未有的和平和良好关系。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去世，由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尼古拉一世继位。尼古拉一世信奉保守主义，拒绝欧洲自由主义。尼古拉一世继位时，俄罗斯发生了针对尼古拉一世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主要是具有军事背景的上层阶级成员，他们的目标是废除农奴制，引入君主立宪。起义被忠于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击败，起义领导人被绞死，其他参加起义的人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克里米亚战争于1853年爆发，奥斯曼帝国、法国、英国和萨丁岛结盟攻打俄罗斯的克里米亚。11个月的围攻后，俄罗斯失守，军港塞瓦斯托波尔被盟军占领。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弱点，显示出俄罗斯已经在工业、基础设施和军事实力方面落后于他的欧洲竞争对手们。1855年，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与他的父亲不同，亚历山大二世接受改革。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俄国的农奴制。亚历山大二世期间，俄罗斯征服了中亚的土耳其斯坦的大部分，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从此，阿富汗夹在俄罗斯控制的土耳其斯坦和英属印度之间，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两个帝国在阿富汗争相施加影响力。这一英俄争斗被称为大博弈，相当于19世纪版的冷战。大博弈引出三次英阿战争，全部以英国失败告终。19世纪后期是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俄罗斯出现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文学巨匠，也产生了穆索尔斯基、鲍罗丁和柴科夫斯基等杰出音乐家，还有列宾等著名画家。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左翼恐怖分子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去世造成了俄罗斯改革的巨大挫折，他的继任亚历山大三世倾向保守甚至反动。亚历山大三世推翻了一些他父亲的自由主义改革。亚历山大三世
统治了13年，于1894年去世。亚历山大三世没有可圈可点的业绩，但是在他统治期间，俄罗斯没有打过大仗，因此亚历山大三世被称为和平缔造者。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尼古拉二世任期，俄罗斯遭遇了日俄战争失败的耻辱，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内部危机。然而在此期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大多数普通的俄罗斯人仍然忠于沙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若沃暗杀奥匈帝国大公，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站在协约国一边，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美国和中国等，对抗由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组成的同盟国。战争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装备损失，也给俄罗斯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经济压力，物价飞涨，粮食短缺，示威和罢工此起彼伏，政府失去了控制。1917年3月，俄罗斯发生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此结束。沙皇退位后，临时政府掌权，然而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势。与此同时，工人、士兵和学生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即苏维埃。此时布尔什维克政党脱颖而出，布尔什维克号召结束战争、分配土地和赋予苏维埃权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917年11月，在托洛茨基策划下，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列宁开始掌权。之后俄罗斯内战爆发，1923年内战以苏维埃胜利结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诞生。